我不想逃，爱上你只是一瞬，暧昧的气氛。不忘等你开口先说我爱你。从匈牙利回来后，参加了央视综艺《乐在旅途》的录制，不知道接下来的行程是什么，大家静等7月13日贵阳演唱会，21日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吧。最新一期腾讯音乐有你榜公布，周深歌曲《嗨》得到了最新的中榜冠军，以及推荐度、传播度双冠，恭喜周深。嗨是周深新专辑《反身代词》下篇的首发曲目，一首充满粉红泡泡的甜蜜情歌。它以复古而浪漫的轻爵士风格，让人仿佛回到了上世纪的港台金曲时代，听起来有邓丽君或蔡琴的味道，但是又清澈透亮，在闪烁的灯球下为你娓娓道来，营造出无与伦比的氛围感。说是海，太阳变月亮升起了身影，喜欢梦中不清自我，我想在风相爱，怎样转身你如化成一片花海，让我一片片碎。嗨，这首歌仿佛是一封写给风的情书，也像是周深对世界的深情告白。歌词中，我像在与风相爱，怎么转身你都在，这句深情款款的词句让人不禁沉浸在这份爱意之中。周深用他独特的嗓音将这份爱意诠释得淋漓尽致，仿佛让人感受到了那种与风相伴无处不在的浪漫与温柔。嗨子发布以来，迅速赢得了广大歌迷的喜爱，许多人被其旋律深深吸引无法自拔。有歌迷表示，这首歌初听时感觉清新，但越听越能感受到其深沉的魅力，甚至沉醉其中，仿佛神游于仙境。此外，这首歌的编曲和制作也非常精良，它巧妙地融合了现代电子音乐元素与传统旋律，创造了一种既时尚又不失经典的音乐风格。这种创新的音乐尝试展现了周深作为艺术家的成长和成熟，同时也体现了他对音乐多样性的追求。当然，这首嗨不仅仅是一首歌，它更是周深全新专辑《反身代词》下篇的先行主打曲。这样精致好听的歌曲，在《反身代词》新专辑中有12首，首首风格迥异，但都很好听。今年周深新专辑《反身代词》在各音乐平台发行，发行首周就突破百万张，创3000万加销售额，全平台专辑销量第一。与新专辑同步进行的是周深出道十周年9.29赫兹全国巡演，目前已经结束上海、深圳、成都场，还有6个城市等待解锁。深圳的朋友们，你们好吗？欢迎来到9.29赫兹巡回演唱会，我真的是太激动和太感动。我先一边激动着一边感动着的换一下衣服。你快打伞！首先，我辛苦化了2个小时的妆啊。其次，我不知道你们相不相信，刚出来的时候的周深，加上头发，甚至可能高达1.67米。淋完一场雨之后，加上鞋可能1.64米，还我的3厘米！周深3厘米！但是我还是非常开心，而且我在刚刚就是出场的时候，朋友给我拍了一张照片，就是好像是有一位生米，然后他拄着一个拐杖走进来，然后一只手打着伞，一只手拄着拐杖走过来，然后觉得特别特别感动。因为今天下雨嘛，很多时候大家肯定第一反应就是啊，希望不要下雨。到后面你接受它就好了，因为我觉得这场雨会让这一次相见变得更加的深刻。我只记得在小学的时候自己淋雨的经历，
是自己在放学的时候，然后爸爸妈妈又很忙，所以你永远不会等来那把撑过来的伞。但是现在我居然有这个荣幸，可以跟40,000多人一起淋这一场雨。你们好吗？大家都说一起淋过雨的人可能永远不能忘记，那完了，你们永远都不能忘记我了。我的名字是谢谢你们，让我不再害怕，比这样更大的风雨我都见证过，而且你们都陪我一起见证过。谢谢你们愿意化作光亮去照亮我，因为你们永远是我心中的光亮。谢谢你们。其超高的音乐品味和艺术追求，将新专辑《反身代词》推向了更诚恳、深刻、思辨和高级的艺术层次，并以全国体育场巡回演唱会打歌宣发新专辑，超强 live 实力，原地圈粉无数。演唱会门票一开售便迅速售罄，每场演出都座无虚席，是其强大市场号召力的最好证明。网传下一场巡演7月13日的贵阳站即将迎来嗨的新歌首唱，让我们一起期待。谢谢你们还记得我，谢谢你们。你们看台的朋友们好吗？这边我真的在就平时看一些演唱会的视频，就人家的歌手都是指哪里哪里的尖叫声都特别大声，我想试一下这是不是真的好吗？来，全场安静哦。也谢谢每一位领导，可能是开心到头晕，也谢谢每一位老师能够帮助我让我被看见，所以我觉得自己非常非常幸福。我们一起来感谢一下让我们美好遇见的人们好吗？非常。